呢，有买过就知道它是棉麻，非常挺，不需要整烫。上衣冰丝料，冰冰凉凉。今年我们换成是短袖，之前我们做的是长袖，它是一个超级大坦的衣服。所以呢，上身你想搭一套就搭一套，不想搭一套那也可以拿去搭别的。来，裤子的部分就是要穿在胸下，让你有九头身。来，这个绑带是做假的，让你们在这边可以做一个蝴蝶结的设计。裤子呢可以穿到 XL， 绝对不是太大的问题哦。不想穿一字肩的，我们就让它有点小垂领的感觉都可以，斜肩也可以，因为它的弹性够大。我161，裤子完全不要改。150公分怎么办？再往上。如果呢你发现你已经极致了，那没关系，你可以花50块去改短，不然就穿高3公分的鞋。你看哦，我换上高跟鞋更厉害，已经快变180了吧。好，我真的觉得这件很厉害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它是非常非常修身。